社区方面，Purecell新生命医学抗衰中心日前在南加州帕萨迪纳举办9周年店庆活动。 作为华人区首家引入干细胞疗法及细胞美容的抗衰机构 ，Purecell 新生命医学抗衰中心不仅在抗衰老领域树立了标杆，更是通过不断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活动当天 ，Purecell 新生命医学抗衰中心深入讲解了最前沿的抗衰老技术及其应用，同时也特别邀请专家为大家分享了早期癌症筛查技术的重要性及其最新发展，也为到场嘉宾普及了最先进的免疫。 细胞储存技术，探讨其在抗衰老和整体健康中的作用。那么呢，我们其实呢是想最早呢把这个就是间充质干细胞，然后呢带入到我们的给我们的就是华人的客户们和华人的朋友们，让大家知道说，在现在在最新的科技在大健康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变得就是更加的年轻，然后呢更加的美丽。 Purecell 新生命的主治医生 Dr. Alex Martin 在活动中亲自主持，并向客户们揭示间充质干细胞在人类未来大健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马丁医生是医学抗衰领域的领军人物，拥有超过40年的从业经验，曾为诸多好莱坞著名影星提供专业服务。他在再生医学和细胞活化疗法等领域有重大突破。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a long life and healthy life is diet, exercise, and taking care of yourself. You must come and have the doctor check you, and then we can know that you're going to be all right. You want to check the heart, the lungs, and all the important organs, and also the skin. We want to look for cancer and tumors. So it's good to prevent these thing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Purecell 新生命还特邀妇科专家陆医生亲临现场，就女性健康及辅助生育等问题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